过去尖沙咀啊，见到尖沙咀钟楼啦。希望你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，按下隔离的钟仔，那我有新片出你就会知道的。这个就是天星小轮了，现在卖站，它在尖沙咀那边过来的，现在我想搭过去尖沙咀，这里就是搭下层，如果想搭上层都可以在这里上去的，这个是下层的收费表。今天是星期一，圣人是两个二，如果是星期六日呢或者公众假期就贵一点，三个一。这个是坐上层的价钱，比下层贵一点。如果你没有八达通卡，你可以在这部机里入现金买代币的。这个是我的八达通，在这里嘟一嘟，咁啊入咗闸噶啦！嚟香港旅游记得买八达通喎。开走啦，去紧尖沙咀啦。尖沙咀可以坐过嚟中环，亦都可以坐过去湾仔嘅。另外一架船又到咗啦，我而家入闸啦。对面远远可以望到尖沙咀钟楼，个钟楼咧系1915年起噶。以前香港的火车叫做九广铁路，我来香港那时仍然是叫做九广铁路的，它是尖沙咀的总站来的。圆顶的建筑物呢是湾仔会展，很多很大型的展览就在那里举行的了。天空有只鹰在那里盘旋，今天的天都很暗，不知道会不会落雨呢。尖沙咀钟楼啦，就嚟卖案啦！呢个钟楼系香港嘅地标之一，1915年建成嘅，系前九广铁路嘅终点站，而家已经系古迹嚟噶啦，1990年嗰阵时定为古迹嘅。如果大家想睇下夜晚坐天星小轮嘅情况，就睇资讯卡上面嗰条片啦。哇！睇下嗰群雀仔，落船啦！